刚才给您打电话，您朋友接的，说您喝多了在厕所吐呢，我一看这情况，感觉今天肯定是约不了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，林阳？就这么不给面子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赵总，我找您呢是去谈工作的，我一看您喝成那样，今天肯定是聊不了了，就只能下次再约了。难道除了工作，咱俩就没有别的可谈的了吗？您这太难约了吧，三番五次的放我鸽子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你不是单身吗？你一个人在家多无聊是吧？你出来大家。去哪儿了？怎么还不回家？没看到信息吗？好想打电话，但万一再骑车呢？多危险！天哪，我是被他传染了吗？我要变成粘人精了吗？不行，我是独立的成熟女性，要优雅，要体面，绝对不能沦为恋爱脑，不能。我也有一个，但你放心，不是同款。这不是求婚，所以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给你戴上了。这样我们既不会曝光，也不会让别人对你有机可乘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很聪明？明明就是为了我。你那么招人，又那么多年轻又漂亮的，你也是啊！你行情这么好，都吓死我。行情要好，能单到31啊？那是你眼光高，幸好我还不错，不然我都没这个机会。你在我眼里就是最好的，永远都是。不哭了，你别把鼻涕蹭我衣服上了。腿麻了，腿麻了。还哭呢？